We are ready to begin the second segment of our morning program. If I could ask you all to get comfortable, and in approximately 10 seconds, I would like to hand over to our organizer, Vanj Padia, for the next segment. Vanj, over to you. Thank you. Have you checked the photo booth outside? It's kind of really cool. And then they said that they're going to like add some lighting so that our picture will look gorgeous. Anyway, we are on the second leg of our morning session. And for the next speakers or presenters for today, may I call on Anne Chen and Winnie Chen, contributing women's voices, and let's hear about the Wikiwomen Taiwan journey. But before I give the microphone over to them, I was reminded that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questions later for our presenters, can you please face the camera over there so that our live audience will be able to see and listen to you. So if possible, kindly face the camera. So, and I'm reminding there are good looking guys over there, so you can just say hi and wave. And also for the speakers, for the rest of the speakers, you can also glance once in a while to our camera people over there. Okay, thank you and welcome. Good morning, everyone. Our panel now will be in Mandarin. Yes. So please, can you all make sure to log onto Eventier and connect with your headsets for interpretation. We will facilitate just a 2-minute break for everyone to log into Eventier. And if you need help, there's me and maybe one other volunteer for anyone who's struggling. Anyone need help with logging into Eventi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We will use Mandarin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but please feel free because our slide will be in English. 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Wikiwomen Taiwan 这8年以来的社群发展的历程还有故事。好，那我们的分享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Wikiwomen Taiwan 成立的缘起，还有过去我们办过的一些活动。 那第二个部分是社群的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聚会流程。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提供给一些还正在发展中的社群参考。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介绍我们的志工伙伴。那首先最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自国家台湾。那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呢，这边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像是珍珠奶茶。 卤肉饭或者是小笼包等等，对，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既危险又可口的地方。那在2015年的3月呢，就是由Wikimedia 台湾以及 WorldForce 共同合作发起了我们社群的第一次聚会。那危机的房间是我们的社群的中文名称。 然后英文是 A Room of Wikiwomen 那为什么我们社群叫做这个名字呢？ 其实主要是引用自维吉尼亚·沃尔夫的一句话，就是女性如果想要写作，必须要有钱跟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们就取房间这个意象作为我们的社群名称。那这是我们的聚会类型，大概有分成两种，一个是每个月的固定的编辑剧，那另外一个是一年一度的艺术家女性主义编辑周。在每个月固定编辑剧的部分，我们是以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伙伴为主。 那活动时长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那主题的部分则是形式不限。那艺术家女性主义编辑生，我们开放给所有性别的伙伴共同参加。
那活动时长大概是一个整天八个小时左右的活动。那这边我们会跟一些台湾的在地伙伴一起合作，像是女人迷，它是台湾一间关注性别议题的媒体。那妇女薪资则是台湾长期在推动性别平权的NGO。 然后这张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活动主题跟合作伙伴，那大概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台湾在地一些关注性别议题的单位跟组织，那第二类则是台湾在地其他危机主题的社群，然后第三类是响应国际上的危机的活动，然后第四类则是由与会者自由决定想要编辑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跟TCAC，也就是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合作的活动。那我们一起编辑了蔡海如老师的条目，他是一位台湾的女性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家属。那活动的当天，我们也有邀请老师本人来现场，就是他介绍他的艺术作品以及他的创作理念。 那这个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台湾的同志游行。 那比较特别的是，那一年我们其实有收到国际的危机 LGBT 的伙伴的联系，那他表示愿意协助我们把相关的资讯放到 Wikinews 上，所以右边这个是在 Wikinews 上的内容，然后下面这些是我们当天拍摄的成果。那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比较特别的是，台湾刚好正在推动同婚合法化，所以。 愿意就是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就是都走上了街头。所以那一年，其实参加台湾同志游行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我们也很高兴，在隔年2019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We are happy that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in 2019.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跟 Wikidata 的合作。那我们将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里面的女性受难者的资讯编辑到 Wikidata 的条目里面。那过去台湾在谈论白色恐怖的时候，其实女性受难者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族群，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跟医学的社群的合作。那我们邀请了一位医师来现场跟我们介绍一些女性常见的疾病，像是子宫颈癌、乳癌等等。那在聚会的后半段，我们一起在编辑危机百科上的相关条目。然后这个是我们响应那个危机爱地球的活动。那大家就一起去那个关渡自然公园，就是它的样子这样。然后一起拍摄了一些自然景观的照片。 好，然后这个最蛮特别，这个是我们社群里面有一个伙伴，他长期致力于推动台语的教学跟推广，那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办了一个台语的编辑剧。那你现在在画面上这边看到，这是我们的活动 banner， 那上面全部都是台语，像这个打给后，其实用英文来讲就是 Hello everyone， 然后这是我们右边。 右边这是我们当天一起编辑的台语条目内容，那我们写台湾知名的小吃霸碗的条目。好，那接下来这张是我们历年举办艺术家女性主义编辑松的大合照。台湾这边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那几乎每一年我们都有举办。那中间2022年因为 COVID-19的关系，我们有停办一年。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尝试了第一次的线上女性家族编辑剧。那这是当时活动照片，我们使用 Galetown 作为我们的活动场地。那这是大合照的时候，大家一起解锁爱心的画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聚会流程以及发展历程。 那因为我们社群从2015年至今，其实已经8年多。那前面2年多其实主要是协会的孵化期，到后面才是社群独立自主的阶段。在孵化期，协会其实有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还蛮重要的，比如说像社群名称的命名 ，logo 的识别，然后聚会模式的确认。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创造一个让女性感到舒适而且安全的空间。 所以在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呢，协会就邀请大家一起去发想符合这样状态的空间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这是当天大家的一些成果。
那协会最后有取一些共同的元素在空间上做一些调整。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协会这边也一直尝试办很多很有趣或者是不同主题类型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曾经一起去夜市，拍摄小吃的照片，然后编辑小吃条目。那我们也曾经一起编辑台湾的京剧大师魏海敏老师的条目。那透过持续的编辑的过程，也在强化社群伙伴的编辑能力。 那到了第二，独立自主期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成员团队里面已经有伙伴具备有独立，就是可以及时解决新手常见问题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持续举办固定的编辑剧。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危机毕竟它是一个志工属性的活动。 那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啊、生活啊、家庭这些重心要照顾，所以我们这边也简单的整理几个，就是如果想要持续固定办理编辑剧的话，可以考量的因素，比如说像是时间区段的选择，然后有没有可以互相轮值的主持人，然后还有就是合适的实体场地空间以及线上的软体。 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怎么办活动。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把我们的介绍页面会放在我们的社群脸书上面。接着我们会有一个 dashboard 跟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面会包含一些工具性的内容，包含新增你的那个维基百科账户，然后编辑的一些指南，以及如果当时候有主题的话，会有一些参考资料。再来，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会寄送一个提前会议前的提醒信。 当天我们会做这样子的流程，就是我们会邀请大家先介绍自己，以及呢，就是你要编辑的条目。接着会请大家连到 dashboard 以后开始进行编辑，编辑到一个尾段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成果，以及拍摄大合照，最后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community。 然后呢，最后我们会把今天的活动整理，然后放在我们的 community， 然后请大家就是参考。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志工，这一位是小郎，小郎是一个硕士生，他是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来加入我们的活动。那他虽然才来大概一年的时间，不过他已经就是编辑了很多女性的条目。这位是阿高，他是长期参与我们就是维基的房间的伙伴，然后他也是一位定向行动训练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一个帮助盲人来重建自己的专业维基出来编辑定向行动相关的维基百科条目，然后帮助了我们了解盲人的文化，而且也编辑了很多台语的条目。 这一位是思雨，他是我们TCAC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位独立策展人。他因为特殊关系，我们有办法认识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了解艺术家的贡献，并且有很多资料可以协助志工做编辑。这一位是 Jean， 他是早期参与我们维基百科维基的房间的伙伴。那因为他现在在照顾家庭的关系，所以暂时会是以这个任务为主要核心。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就是在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再回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这一位是 Bezavia， 他是来自意大利的伙伴，他在疫情期间在台湾住了3年的时间，所以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他编辑的是 Me Too Movement 跟蔡英文的条目。我问他为什么要编辑蔡英文，是因为他说是因为当时候意大利还没有女性的总理，所以他选择这个条目。那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伙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那我们邀请这几个志工来分享，主要想要表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欢迎各个生命阶段的女性来参与我们的社群。第二部分，我们是